中华小姐出身的苟云慧，凭着其天使面孔加魔鬼身材，成为香港网民心中的宅男女神。不过去年还是前途一片光明，她今年却流言不利，衰势连连。今年自传出介入郭富城熊黛林恋情后，苟云慧一直饱受小三困扰。不过成造名号随后被年轻嫩模抢走，压力巨大的她内分泌失调，导致体重失控，飙升至150斤，落了个肥狗的名号。好姐妹曾丽江工作满满，本被高层有意捧为花旦的苟云慧，却因身材肿大拍戏无望， TVB 勒令她停工减肥，瘦身成功后才能开工。一开始还不急不慢，扬言靠食疗慢慢调养的苟云慧，如今才真正开始着急，为减肥无所不用其极，节食、打泰拳、做瑜伽、淋巴减肥，后又被拍到偷偷去看中医，多管齐下减肥。不过从某周刊拍摄的照片看，减肥成效却不甚明显，看来苟姑娘的减肥之路还很长啊。东星娱乐整理报道。